識人嘅原因，就因為有些人會覺得客人呢個稱呼尤其是係要你啊嘛，所以有方明白在現今成年越趨平等嘅社會，仲要去強調女方淨係可以嫁，只能係被動嘅 spouse。於是有方講話，結咗婚咧其實係有大長大好處嘅，不如我哋逐個睇啊。第一個好處就係結咗婚之後有伴侶嘅陪伴，我哋有心靈上嘅支持。但點解結婚就係你獲得心靈支持，我哋嘅標準或者方法咧，我剛剛講過啦。甚至就係依家如果個人主義崛起啊，有部分人佢視其他人生追求，例如係事業啊、夢想等等係重要過結婚嘅，佢哋嘅心理支持咪就咁樣獲得咗。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女大當嫁嘅呢一個諗法，咪正正就限制咗佢哋人一大啲要結婚嘅時候，回轉翻，然後佢哋冇辦法去追求自己嘅夢想，冇辦法大膽去追夢，得唔到心靈上嘅支持咧。所以根據中國2021年不婚主義白皮書，發現原來最多市民唔結婚嘅原因，因為結婚阻礙咗佢哋追求更加多嘅事業成就、成就同埋個人嘅自由啊嘛。所以58%嘅人咧都話，58%嘅中國人都話唔結婚同樣過得好好喎。咁所以就按照咁嘅邏輯，你要結婚之後獲得心理上嘅支持，結婚之後心理上支持最高嘅層次，個人價值完全唔重要的話，咁中國古代配婚制度同樣係確保咗所有人都結到婚，同埋配婚制度喺現代同樣係合時啊。第二個好處，有方話結咗婚之後咧，獲得到更加多嘅社會福利同埋保障啦。但按照你嘅邏輯，為咗可以得到更加多嘅社會福利同保障，就要結婚嘅話，咁現況底下，其實你結咗婚之後生多個仔，你相都會降低喎。但你哋都有更加多人免税嘅寬限嘅喎，咁係咪結婚之後應當生仔都係一件好事啊？而其次啦，其實今日瑞典、芬蘭、丹麥等等多個國家，佢哋同居同結婚喺法律上偏向同樣相等嘅地位，有財產分配啦，有赡养费啦，有子女嘅監護權等等嘅喎。更加有正常嘅法律地位嘅時候，點解有方眼中一定要結婚先可以獲得社會上福利咧？更甚就係你所講嘅福利，其實有啲人需要嘅喎，佢哋可以靠自己能做最經濟嘅地位。例如係主編所講，七成中國女性、60%嘅香港女性、50%嘅英國同埋新加坡女性都係逼經濟獨立嘅時候，你強迫佢哋結婚，反而犧牲緊佢哋自己發展嘅機會。點解到頭來係令佢打唔會令佢打分得更加少咧？再咧就結婚底下都仲有好多人結婚嘅喎，係咪你眼中佢哋只不過割咗個窿俾自己跳，令到佢哋更加放棄咗自己社會福利咧？所以最後有方唯一一個正面提數嘅就講話有好多人咧試結婚為自己嘅人生目標，佢哋都唔想結婚。咁但係有人試人生目標，唔代表佢覺得所有人都要結婚啦。多謝各位。Okay.
得一入依然有得見翻佢當時翻個位。Thank you.
事噶嘛，所以你見到嘅係咧兩種思想咧，從來都唔係對立嘅，而係社會上從來都唔係得一種價值觀，每個人嘅思想咧都唔一樣。有人想結婚，有人希望同伴侶有人唔想結婚，有人希望同伴侶可以組織家庭一生一世。兩種思想咧係可以大家互相並存、互相尊重，因為我覺得從來都冇講過咧，有啲人咧會去逼人哋結婚，而有方今日一直都要或者咁樣。所以今日我哋見到咧，真正不合時宜嘅咧，係呢種思想已經完全被社會排斥咗，社會完全唔會接納呢種思想，呢啲先叫不合時宜啊嘛。例如過往大家都認為咧，黑人低人一都低人一等呢種價值觀，佢已經完全不被社會所接納，呢啲先係真正嘅不合時宜。最後咧，今日有方同我哋講咧，今日嫁呢個字咧有貶低女性嘅意思，但我方就唔明白啦。嗱，到而家所有出嫁嘅女性，佢哋社會都覺得佢哋地位好卑微。全部都是男尊女卑的社會底下咧，所以今日見到嘅咧，婚嫁從來都只係泛指婚姻嘅意思，淨係有方同我哋講咧，一嫁咧係貶義，但從來都冇論證過而家社會上咧，大家都覺得咧，出嫁嘅女性咧就係全部都係好卑微嘅，所以今日最後有方同我哋講咧，佢話咧而家有啲一人家庭，所以其實有方已經承認咗咧，而家社會上大多數嘅政策的確係以家庭為單位，但係咧因為有一人家庭。其他多人家庭係不合時宜，因為依家啲一人家庭嘅政策，同樣公屋都可以有好多個人並存家庭政策喺度，所以我見到係咧，一人家庭同多人家庭從都唔係對立嘅，所以咧見到係咧，社會上依然以家庭作為單位去衡量，而大家都無再反對呢種家庭嘅政策嘅時候，所以家庭呢個公平咧喺社會上依然都係繼續被接納嘅，多謝大家。Thank you.
結婚嘅人向異樣嘅目光，或許
果下下大家都用翻條電梯分架或者短過呢樣嘅嘢咧，就係佢哋嗰個關心都係冇差咗呢條電梯。你用可能套用生活其他嘅一啲嘅例子，佢應用翻京東啊或者咩叫做大啊大去到一個咩嘅年齡，呢啲可能會比較容易令人即係令人理解，因為中國論調冇咁單一嘅。第四樣嘢咧就純粹係觀塘角啦，因為我自己冇咁白頭。我理解今日雙方對於不合時嘅定義，就係不斷喺度引用唔同嘅人點樣去當下嘅人點樣去諗啊，就例如台灣個唔知咩咁樣，又或者係不斷答唔同嘅數據。但其實會唔會有一樣嘢係唔係淨係呢一下啲人嘅一個事實嘅層面、實驗性嘅層面點樣去諗，而係喺你嘅角度，你哋自己一個立場、社會嘅趨勢係朝住咩嘅方向，或者社會需要嘅方向嘅咧？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哋朝住呢個方向講，你自己做到好理解點解以前比唔係古代啦嚇，即係可能前幾廿年前，點解大家會將結婚睇得咁重，點解會將家庭觀念睇得咁重？而隨住你社會開始比較所謂嘅去中心化，點解要睇得咁重？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呢個唔反映喺嗰張婚紙度，完全係冇影響對雙方嘅任何評分，只不過就係可以多作思考嘅一個結論。咁再次多謝雙方精彩嘅啦，多謝你哋。Yeah.
遲早都冇曬呢啲嘢嘅，咁你佢就話就為咗變咗好銷售啦 ，OK， 咁所以你先至係能夠去證明到呢樣嘢可能是咁。嗱，咁另外一樣嘢咧，我想講翻轉頭咧，就係頭先都好同意啦，即係平面講嘅就係反方咧，其實今日喺好後嘅時候先，即係其實去到預告先比較清楚嘅，即係講到乜嘢係即係合時不合時咯，即係尤其你講呢樣嘢，可能係排斥。即係你開頭睇到個地方，覺得地方有啲係存在啦，咁但係係排斥。咁啊，但係我覺得其實佢哋真係令到你嗰邊嘅農業咧係更加強，即係加強咗嘅。即係你應該要強調一樣嘢，就係呢種觀念，即係結婚嚇，即係大男大當家，分當分女大當家呢樣嘢，我唔理當咩意思啦，一樣係有市場嘅，而且呢個市場係冇咁冇嘅，即係佢一路都係存在嘅。一路都喺度存在嘅，你要強調翻呢樣嘢先，反而係你哋嗰邊，因為你哋嗰邊一路講存在即係點啫？存在代表咗啲咩咧？你話俾人聽就係呢樣嘢哦，其實你冇辦法消滅佢，佢唔係唔安得頭，會留俾俾人淘汰嘅樣嘢，佢係仍然存在嘅樣嘢。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先係其實反方嗰陣應該要特別去加強嘅。好啦，講翻今日就好花咗好多時間。個政治上 ，OK， 我同意㗎，即係政治其實當然係好重要嘅，即係尤其是仲要背埋添啦。你哋好聰明，第一個係用數字㗎嘛，係嘛？即係我估你如果係其實想跟翻數字嗰樣嘢，好彩你冇嘅，如果唔係應該悶死我。係咁，但係咧就即係我想講一樣嗰樣嘢，你哋講下好嘅，但係唔好花太多時間上，真嘅。嗱，老實講，你譬如話舉例子個價錢係一個貶義嘅意思咧，其實。今日反方嗰個反抗又好，如果唔係其實好容易就否定佢。其實字義係會變嘅，喺唔同嘅時代對邊個字嘅理解係唔同嘅嚇。即係可能有啲字，你可能係以前古代呢樣嘢係可能係一個好貶義嘅，但係去到現代就中性嘅。OK， 係唔少咁例子㗎。其實你反而應該即係講翻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個字係變。你而家執住個字，咁咪以前啦，係宋朝嚟嘅，我理解咯，啱噶。咁但係而家啲今時今刻係唔仲係咁理解咧？係嘛？仲有一樣嘢添啊，呢個仲要係一個中文嚟㗎嘛？你英文嘅 marriage 嗰個係有 marriage， 咁到 marriage 係變異嘅，你係褒義啊，係嘛？即係你喺即係你個講法應該係普世啦，係嘛？因為冇講係邊個國家啊嘛，啱唔啱啊？咁你應該係放諸四海個定義都係咁啊，啱唔啱啊？咁你外國係咪？marriage 係真係一個咁貶義嘅意思咧，係嘛？喺中國先有呢種咁嘅，即係呢種講法，可能係有一個叫做主動一個名詞嘅意思咧。咁我覺得係反方去駁得好啲咯，啊咁，但係其實方就係危險嘅，即係如果真係擺喺呢種嘢嘅時候，你就有啲即係應該擺到成咁，佢唔係好方便嘅方法。咁反而我覺得咧，你哋今日咧係有一個好好好用，其實因為隔離咧就講咗就話俾你聽。其實有業界佢哋覺得呢樣嘢係同時而家其中一個原因，因為第一個佢哋轉變出嚟講啊兩樣嘢，第一就大眾保留嗰邊啊，第二嘅政府一啲政策入面都係有提到，即係婚姻權利入面。啊，另外佢話講就社福嚟啲啦。你哋講北歐嘅例子幾好，即係有北歐國家其實係即係個人都可以即係去申請啲嘢嘛，一定要即係家庭其實我哋見到一樣嘢，就係呢個風氣或者呢啲嘅即係改變咧，其實係由一啲國家開始，咁而嗰啲國家開始咗之後，佢可以慢慢咁樣去到其他唔同國家，令到唔同國家嗰個觀念或者個政策都有改變，係嘛？即係正如一樣嘢啫嘛。咁邊個國家最早開始投票啊？係咪選舉啦？係嘛？開頭冇女性份添啦，啱唔啱啊？哦，咁終於有個國家開始咗女性可以投票啦。而家到咗全世界都女性可以投票，啱唔啱？嗱，當然有啲國家冇啦，啊，咁但係都即係差唔多，全部都係啦，啱唔啱？咁所以其實呢個喺呢個觀念係慢慢去散佈出去㗎嘛，而且係一個潮流嚟嘅。呢個潮流係唔係話一個好好快就冇咗嘅一個潮流，直接全世界都講。即係呢個，我覺得你哋係。應該要即係執住啲 point 就講啊 ，OK， 你哋所以其實今日情況最主要應該要講到係趨勢，呢個就係即係你要留意啊。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
但係佢唔結咗婚生仔，你正如你哋嗰邊所講咧，其實離過婚咧，認識佢其實可以有好多。即係你特別一定要係一個好傳統嘅方法嚟做生仔。咩叫結咗婚？咁其實你都可以探到呢樣嘢。咁事實上全世界都鼓勵呢啲人生仔，係嘛？咁因為即係好多國家都人口老化，係嘛？就係人口下降，咪咁其實你哋值得攞呢樣嘢出嚟做。咁係佢講翻，佢攤下翻就話。是不是真的一個潮流是全世界都鼓勵人結婚，其實反過來是不是其實都有很多即社會有政府的各方面其實是鼓勵人結婚和生仔，這件事我覺得其實是我的方法。Thank you.